妹妹，咱们给车充电了啊。行，我听说你这车能俩枪一起充电，是真的吗？对，双枪快充，老厉害了。看看呢？那看看吧。来看看。哎呀，双枪快充啊！给美女展示一下双枪充电，就腾四人骑行，这不讲武德。本来比亚迪就强烈，还整个双枪。看一下这一盘。然后这边也是，你摁一下子，你摁一下它就开了。哪个？摁这个，摁这个，摁这个啊。对，它就开了。把这么一打开，我估计你能拿不动，你能拿动这枪不？你试试，你试试，你能拿动不？你这么练那个电子，对，把对，摁住，摁住这个，摁住那个，摁住这个，摁住。摁住了。拔回来。不来。来。对。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双枪充，一会儿我帮你充一下的，一会儿我帮你充啊。来，我这个双枪充，摁住它，摁。充上了吗？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使劲往下。来，等会儿啊。你这不比亚迪吗？啊。那咱一起的，我也比亚迪。我关键没充过这玩意儿。你俩一样的充，差不多能不一样。来来，这玩意儿得多长时间都充满了？来拿来。我帮你充一下，来，包出来呀！摁住了，摁这个，你得摁住。没整过呢，没整过。我这我也不好。这玩意得多长时间能充满呢？你这不是慢充吗？慢充，那我应该有这头。你这不慢充吗？那我有这头。你这不是快充，慢充。慢充得慢充，它那边是立的那个。啊，那头那个。送 plus。我这车应该有这个。你现在开不了，你现在没关，你开不了。嗯、啊，你我看看啊，你那是慢充。哇，慢充。那边那一趟小盒子那个，上那边充去。你就厂上完扫码完支付。你这个十多万块钱性价比最高的是你这车。我这零百加速三秒多，腾势 N 七，然后我这双枪充电看一下啊，腾势 N 七，双枪充这两边都插着呢。美女往这边点，往这边点，你看这个这插一个双枪充电，这边这也插上了，两个一起充。头一回是双枪充电啊，他们说20分钟是15分钟，续航能350左右啊。那行，咱就试一试啊，各方面都比较无敌的，就开始充电了。开始充电了啊！开始充电这段我就得把手机关了，因为得用手机支付。